我们这边哈，请我们那个三郎叔，他一直有在我们这边红瓦厝啊追熊家哈，为我们这边社区都有在默默的付出。好啊，这边也做了很多像我们这边的善事啦，像那个奖学金，奖学金这样。好啊，本嘿啊本心哈，把咱家好雅家齐啊，恁在我们这边在服务。阿毛，教恁上来讲，教恁学生讲下讲哦，咱家来发展。咱红雅里吼，本来是乌来里，乌来里做大里，啊变成红雅里。啊，即马这红雅里虽然无大，不过这个当中拄好自行车步道一边，边过当中咱有里长甲个发展协会共同来做足侪代志，所以呢，足侪人吼，把咱这所在变成全省知名、蛮高的一个发展社区。啊，发展社区的当中吼。因为阮遮个服务员无看，伫这个无看的当中，不过呢，阮这残障的小路你甲看，车流量很大，车流量很大的时候，其实哦，安全性很重要，健康跟平安是最重要的根本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即个哦，啊，因为咱遮个长官吼，啊，甲着足侪好朋友，吼，啊，甚至讲，好也讲，比方讲信仰，对我的一份相挚的心甲爱。所以讲哦，我即卖有去想着。我哩有做，伫这个地区哦，做要到十一，吼，就是路口危险，小心慢行。为虾米？这个警示仪就是要讲，予恁小朋友去潜移默化，啊，路口恁爱小心。哦，啊，这暗时爱做四足光的哦，足光的当中远远看，太阳能，门外，啊，这嘛充电拢会使。哦，啊，这自掏腰包，可是哦，个人的薄弱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。可是当我这个地方从四仙路哈到那个济公桥那边很危险的路段哦，然后三街那个自行车步道行走的路程很危险啊，因为没有车，那边比较没有车，可能会开快车更危险，所以说连杠子危险，还有那个火灾市场外面的路口很危险，离市场那边安全的更危险，我都有设置，哦，那所以说虽然是小小一个。爆闪警示灯啊，可是对安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如果你晚上看的时候，更明显。啊，大家会心的一笑，就是我最大的温暖，因为本身付出不求回报嘛。啊，那里长啊，阿刚啊，里长伊嘛讲着好也讲嘛，一户千水好也讲，底下这些完全不收回，指点迷津，化解不灵。啊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得到。相信不要迷信，你今仔不是讲信有偌灵感，要跟你有观念，信的几点你会当得到偌济，这确实咱所会当可以掌握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因为这是宗教的关系，咱哦，卖讲伤济啦，因为每一个人各宗教拢无同。阿刚吼，你伫用年轻用的，每一工拢看到伊骑着卡拉车，伊以前是伫偌济服务，骑着卡拉车，设计看，啊，拢面笑眯眯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新的一代，伊的服务心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的心，我拢有咧甲伊讲，就是卖分彼此，吼、哦，不管是你长的部分，还是发展社会部分，咱拢是一家人，甚至阮这是家头，遐是红叶里，阮这是算一个生命共同体啦、生活经济共同体拢会使，拢卖分，只要是人，你要分的话，就会蓬勃发展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家吼，足侪设施，因为你长吼。伊对这了解应该拢甲恁带过看过啊，啊，我就卖加做说明啦吼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对我真正是年轻有为啦，好、哦，谢谢嘉大的这么好的、这么优秀、这么优质的学生来到田庄小店，啊、哦，很优秀，好。